只有一次失误，所以非常沉稳，也帮助了钢铁人在比赛的后段呢能够再把比分给咬回来。虽然现在得到了一点喘息的机会，大兵面对铁米的防守，一个翻身后仰的出手，这是跟 Chris Johnson 学的吗？这位大兵要不要来帮忙？张伯威没有真的帮忙，又是一个翻身再进，连续两个在底线的翻身跳投，大兵好球，掩护再给大兵，把握对方，哇，差不多，23-17。其实我觉得数据不一定会更好，但是主要看内容，因为梦想家是一个很特别的，他在找洋将的时候，第一个，好，先看这个后门，哇，大兵的火锅。他说他在找杨将的时候，第一个先跟经纪人讲说：“哦，冠良这个球，哎，还是给到大 B 的手上。第二波再起有，有点惊险了。不过陈哲，你今天在上半场限制 Harris 是做的还蛮好的。哦，后面大 B 第二线的防守奏效，姐夫地板球再给大 B， 直接暴扣。”球给铁米，这个单脚起跳被对方给封掉。对，那这次 Murray 教练需要花时间呐，因为不只熟悉自己的球队，包括你熟悉你的对手啊。对，在过去的两分多钟，没有人能够得到分数。地板球给大 B， 转身有，好的球。在主场就是台中洲际迷你蛋，包括这场比赛的胜利在内，他们这两季呢是拿下对战在主场的4连胜。在主场是把钢铁人整个吃死死啊！